haven't thought about my ex today. Oh wait, fuck, I just did. 现在是6:09，早上的早读是6:30到6:40，所以我得抓紧时间化个妆。嗯，口水。我在面临。今天是学生期中考试的日子，因为疫情其实已经推了有将近半个月了，所以学校等到这个学生全部返校也是马不停蹄的，立马通知要抓紧时间考试，所以时间还是很赶的。今天可以大家看一看老师在监考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吧。现在早读刚下，我来吃一个早饭。其实我真的不是很爱吃面包，感觉面包的那个酵母的味道不喜欢，我就是典型的中国胃，喜欢吃包子、馄饨，还有油条呀、豆腐脑呀、火锅呀。来店里，有只狗狗。哇，看着好香啊！他家这个，尖椒肉丝盖饭真的是绝了。我找了一个勺子，好久没吃他家的这个盖饭了。这个疫情，所以我们这一片所有的店都是关着的。哇，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你再吃一口，我就不诱惑你们了。我要看一会儿综艺，然后认认真真吃饭，下午还要继续监考，就不和你们说了哟。刚刚从屈臣氏买的一些东西啊，因为我们这一星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假，所以如果没有假期的话，然后万一突然哪一天有封城的话，趁现在能买我就赶紧买了。这个是贝德玛的卸妆水，我这两天没有卸妆水，然后连家里自己用的一些外出旅游用的一些卸妆湿巾都已经用了。然后这个是我急救补水用的，迷迭香。这个补水反正我很喜欢，基本上每次一到这个秋冬换季需要补水的时候，给大家看一个我干的一件蠢事儿。是的，这个是100克，这个是7克。我看到人家上面的克数，我说这7克，这个七这个数字也太小了吧，那是啥呀，谁才会用那7克的，真是的，没想到居然是我自己，真是疯狂打脸。这真的是今天这是干了个什么事情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现在时间是12:52，今天下午他们是要2:30吧差不多，然后要考下午的两门试，所以不多说了，我要收拾收拾睡午觉了，拜拜。离考试结束还有半个小时呢，没错，抓紧时间。还有5分钟啊，没做完呢，抓紧时间。做完的，看一下你的姓名、准考证号，该写的写了吗？该填的填了吗？别趴着睡觉啊，抓起来。行了，来收。小号在上，大号在下啊，速度快点。这个有个车轮比划，还有抽动。这边还有一些什么鸡索骨呀、水果呀、打狗、莲子这些。Hello。
今天考了一天，所以现在已经很累了，然后晚上回来我没有吃那些小吃，就是刚给大家拍了一点那个街边的一些小吃。我刚站在路口真的是狂咽口水，然后纠结了一下，最后还是给自己折中了一下，就是吃这么一点这个生果，也不一定吃完，然后还有香蕉，吃根香蕉。我自己在看这个吃播，看会儿吃播，然后把水果吃完，然后那个一会儿把妆一卸，洗个澡，那今天一天就过完了。明天还有一天的监考，所以明天监考完就看这帮小屁孩们能给我考多少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今天一天就给大家拍了一下这个监考的一天。呀，我今天的眉毛感觉画的还很成功的样子，我头发上的卷都没了，然后也头发也流了，又洗个澡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我要吃我的水果了，大家今天也辛苦了，拜拜。